我看您刚刚在这儿刷的什么呀？刷那个酱油。刷的是酱油。哦，我能试试吗？可以啊。这个酱油是生抽还是老抽？看颜色挺重的。刷一层就够吗？够够够。嗯。陈师傅说，刷酱油只是制作土窑烤鸡的第一步。土窑烤鸡好不好吃，关键在调味料的配备比例。 我看看您这些调料都有什么呀？这是蚝油，这是酱油，这是生抽吧？应该是酱油。这是生抽酱油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沙姜。沙姜。哦，这个沙姜啊，跟普通姜的味道不一样哈。它有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一种清香味儿啊。沙姜、洋葱。 生抽、蚝油，还有两碗混合调味粉，是制作土窑烤鸡的常用调味料。调制好的香料均匀地涂抹在鸡身上。接下来，陈师傅用两层锡纸把鸡肉包起来，再挤出多余空气，最后用力压实。他说，这样做才能保证鸡肉在烤制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吸收香味。 师傅，咱这现在把衣服光好。啊，不要着急，现在把衣服光好，先把衣服光好。要烤还要换身衣服、啊？那个温度太高了。这么隆重啊！是。真没想到，在制作土窑烤鸡的过程中，厨师不但要把鸡肉包裹得密不透风，还要更换防火隔热服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 我觉得我们这下一个步骤啊，大概就是要上飞船，要去太空了。就是很高温的，对吧？这就是耐高温的哈。啊，一靠近就更热呀，感觉是一阵热浪直接扑面而来。几百度，500度左右吧。比刚才在外边那种那点热哦，要热很多倍，很多倍。要几百度，没办法了。 要把它这个木炭全都拍匀是吧？啊，对对。哇，直接手伸进去啊！这个温度就太痛了。我来。那个床跟手套可以。捧在手上哈。啊。你放一个外面。哦，好烫。啊，多多的，嗯。风啊！我感觉我的手像烧着了一样，好烫。来，来，我们两个这样。 交替着来，能快一点。今天温度太高，放这两个焦压，发酵呀。要把叶子放上去是吧？啊、对，因为温度高，怕它烧焦了。这样就完成了吧？我把这个，现在这个土就放回房间去了。哇，还没有完成，还得把石头给填进去。陈师傅说，此时温度最高的地方并不是窑里的炭火，而是窑里这些已经被烧得滚烫的石块。 这些滚烫的石块已经吸收了荔枝木燃烧产生的香气，是烤制鸡肉的最佳烘烤工具。在土窑内焙烤的过程中，陈师傅用芭蕉叶裹住鸡肉，鸡肉在锡纸、芭蕉叶和石块的层层包裹下，热量不易散发，产生了闷烧的效果。鸡肉的鲜味被更好的锁住了。你把这个。 帽子摘掉，哇！味道调查员和陈师傅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早已汗如雨下，而在如此高温中，鸡肉还要在土窑中焗烤半个小时。随着石块和荔枝木对鸡肉的烘焙，一缕缕的香味从土窑石头的缝隙中钻了出来，在空气中弥漫。全都拿出来了吧？拿出来了，没有剩的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好。 可以开了吧？不能开，不能开，点一下过30分、30分钟好吃。现在打还不好吃是吗？嗯，真的是一种折磨。啊，对。出炉之后，冷却半个小时，鸡油随之降温，重新渗入鸡皮和鸡肉，才能形成鸡皮软糯、鸡肉嫩滑的口感。此时再吃，味道最佳。直接用手撕，最有感觉了。嗯。 好吃吗？嗯，很好吃，好棒。那个鸡肉啊，特别特别的嫩。啊。嗯，而且一点都不油，然后很甜。再尝一块这个鸡皮。陈师傅，这个鸡皮啊，不是那种特别脆的那个口感。这个
制片它就有点弹性了，胶原蛋白就有弹性了，有弹性啊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。土窑烤鸡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客家菜，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在清朝的文献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用黄泥包鸡烤的记载。这道客家人记忆中最美味的土窑烤鸡，制作起来费时费力，还时常伴随烫伤、中暑、缺氧的危险，因此大鹏所成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还用土窑制作烤鸡了。可陈师傅坚信，只有最原始的土窑才能做出最地道的本真滋味。不管这门手艺将来何去何从，土窑烤鸡依旧是深圳大鹏所成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种老味道。